夜空中最亮的星。骄傲，作为中国人的骄傲。新学年又开始了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努力的学习，用自己的知识去铸建我们中国梦。未来是属于你们的，同学们，太空离你们并不遥远。在能够仰望星空的同时，脚踏实地，努力学习，坚韧不拔，在人生的这个旅途上勇敢前行，在奋斗中让你们的使命呢更加精彩。